请问童年老师的奶油卷，这个是黑金抹茶的。嗯，满满的奶油。嗯，超好吃，甚至小时候的那种感觉。这是原味的哦，奶油都做到爆出来。奶油真的好多呀，可可奥利奥的代表第一位的就是稀奶油哈，你们还记得上次我卖那个奶油卷吗？我说是动植物混合，人家商家把我骂一顿，他说人家就是动物奶油，非要说是动植物混合，反正这个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稀奶油。奥利奥味的奶油，然后可可的蛋糕体，所以说是可可奥利奥，嗯，是很好吃的。其实满满的奶油，我觉得这个黑金抹茶味和原味的好吃。这奶油你看是真多。